保便当，那有点在揶揄我们工会的感觉。那他们又说是庆祝600个人归队，我想问一下工会会员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感觉？但是不开心啊，我觉得公司应该要做出一些实际的协商，或是真的有进一步的多一点诚意来跟我们协商，不是一直想要代代的地勤，然后做一些跟我们分裂的一些小动作。所以你会觉得吃三宝便当是心空分化吗？就是一个想要跟地勤讲说，我们空服员现在做一些坏事，所以你们应该要更讨厌他们，这种感觉这样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公司拿出诚意，想要结束这一切，所以就用这样子制造话题嘛，或者是其他的小动作，我们看在眼里觉得很不是滋味。虽然公司说我们是女儿，可是你让你的儿子，反正对，就是吃好的，然后有点半取笑我们的意味。那工会早上也澄清了，那个数字没有到600，其实大概100左右。那我们已经用姐妹已经写好了，我们让她来告诉我们她写的是什么好吗？我希望长荣航空可以撤掉0508公告，不秋后算账，让大家平安回家。资方能够乖乖跟我们协商，然后不要秋后算账，因为我真的很怕他会秋后算账。没错，拍手。长荣若是那么大，为何我的 party 不能跳？我的声音在。